2010年5月22号，在比特币推出不到两年的时候，一位美国网友用10000比特币购买了2片披萨。这是比特币第一次用于实体的商品交易，这天也成为了著名的比特币披萨日。随着这几年比特币价格飙涨，10000比特币一度相当于1.4亿美金。怀抱着一夜致富的梦，人们前仆后继地加入挖矿的行列。不过，当大家把目光放在比特币时，支撑起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，其实才是即将掀起第四波工业革命的主角。过去，我们的交易需要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机构做信用保证及资产转移，但在区块链的世界中，中间人是不存在的，买卖双方会直接进行点对点的交易，而交易资讯会封装成一个资讯区块。根据交易内容，区块会生成一组专属的身份码，加入交易总账本后，它也会记录前一个区块的身份码，就这样一个牵着一个，形成了坚固的区块链。只要区块内的交易信息被篡改，都会改变它的身份码，让接在后面的区块失效，确保了区块链的安全性。除此之外，区块链中每一个用户都各自拥有一份一模一样的总账本，当新的交易区块出现，被超过半数的用户认可后，区块便会同时新增到每个人的账本中。就算你成功篡改了一个人的账本，也会被其他人发现而不被承认。这样的机制成就了区块链去中心化、公开透明、不可篡改的三大特性。那么区块链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？以往病患在不同医院的医疗记录难以整合，造成就医时的困扰，台湾已经有团队推行用区块链解决病历共享的问题。导入区块链分散式账本的概念后，不论在哪就医，资料都能同步更新给病患授权的医师、诊所、药局、保险公司，甚至是研究单位，提升整体的医疗品质。另外，区块链公开透明、不可篡改的特性，还提供了所有商品极高可信度的交易履历，来源何方，转手几次，表列清清楚楚，没有人可以从中作假。不仅可以打击来路不明的赝品，还可以让血钻石、血汗渔场等不公不义的现象渐渐消失。虽然现在运算速度、更新能力都还是区块链的一大挑战，但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能透过区块链进行升级，其运用范围远远不止于虚拟货币。现在赶快脱下你的矿工帽，一起加入这波大革命吧！未来世界是我的！